有点急了哦，把这个节奏放慢一点。前面快攻机会，吴岱豪双手灌篮，苏玉杰助攻，吴岱豪 stand up。吴岱豪今天呢，也是一个隐形的功臣哦，打到一个先发的位置啊，要扛到对方一个七尺的一个高度，也是算一个苦差事哦。Right 在林英威面前直接拔起来出手得分，这是三分球。现在约战队全部压上来了，全场的压迫。哇，这个防守肯定是越来越紧了。哇，这是前面一次的快攻，吴岱豪的一个回防呢，并不是来得特别快，反而造成他自己本身的快攻的机会。现在决胜期了，中华队再把曾文鼎还有林志杰给换上来。